这个老师讲，无切。你讲你老师。Hello， 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桑尼营养师，桑尼营养师。我是营养师营养不完啊。我是阿冠，想坐过来上班啊，大家好。今天场景不太一样哦，因为我们又带阿妈出来了哦。阿妈，你今日要创啥？你敢知影？要来做鸡卵糕。你敢会晓？我袂晓，我遐唔看嘛。不快，让阿妈自己体验一下，因为现在有很多自己烘焙的这种地方，可不可以完整做出一个蛋糕？那今天也会跟大家分享一下，做出这样一个蛋糕到底热量多少？很高哦，因为它又粉又糖，但是好吃啊。我们选了各自喜欢的口味，就让我们看下去喽。第二款它是有三种不同蛋糕的层次，会比较丰富哦。阿妈，你在看这啊？看那边做多几行啦？我要做这一个。你要熊熊布朗尼哦。所以是可以参加转转乐，可以可以，没问题。可以。第二件很简单嘞，哎呦，快了快了快了！哦，这是我们二奖第二单。哎，八百卖嘞，第一个，八七折啦。像小朋友而已。对啊。很像小朋友而已。他不会用秤啊。他连归零都不会，真的假的？超仿呆的，他还按这边呢，他还按这边。哦，你有看到吗？阿妈今天要做什么？做布朗尼巧克力熊熊蛋糕，因为我很喜欢吃巧克力呀。你是亲手做的吗？台式的啊，这个是西式的啦。哦。第一次做啦，低筋面粉30克，可可粉15克。我超爱这个，我给它多一点点。一次一人份的蛋糕可以做成四人。我今天做的是提拉米苏，因为我很喜欢吃提拉米苏，这次又特别做了一个80克提拉米苏，等一下一定很好吃。这个朗姆酒10克而已啊，咖啡粉，咖啡粉只有3公克。你很像在做那种。解谜的任务。对啊，汤匙2只，刮刀1只。哎，这里真的什么工具都有，好方便哦。哦，这是冰箱食材，乳酪110克，克林姆100克，这两个都是热量的来源。你还记得奶油1公克几大卡吗？1公克7大卡，5.99可以了。可以啊。可以看一下我阿妈，她在远处。她在等啊，等。蛋白液啊。哦。别人会以为是鲜的，不知道就把它喝掉。哎呀，蛋液30克。好酷哦。现在你看，盒装的，嗯，哎，多一点点没关系。嗯，好了，我的材料都好了。光是拿材料就花了1个小时，就这样。哇！这是巧克力加奶油，然后第一个步骤就要先微波1分钟，来。搞了一个蛋黄啊。发挥阿妈平常日常旺材料，哦，所以蛋黄蛋白都要有嘛，都要有。啊，那个1分钟好了，早就好了。你拿到小心烫哎，不会，哎呦，融化了呢。对啊，哦，我的那个 iPad 嘞，直接丢装备。啊，那没事，巧克力奶油，好像有几分样子。哎，现在有微波炉，不然以前做这个要隔水加热。对啊，蛋黄丢下去，蛋白也丢下来。哎，蓝姆酒，看唔看唔到？这啦，这蛋白啊，它我见啦，先加蓝姆，反正最后都会组合在一起，就对。砂糖，巧克力奶油糊。为什么要数？啊，他说要30升啊。超过会怎么样？不知道，19。20，你是秒数还是要转30圈？30圈，啊，超过了啦。低筋面粉，可可粉，然后搅拌50下。有，那是50秒还是50下？50下，已经越来越有样子了。对，然后再去微波炉烤。是来这边就是吃吃喝喝吗？没有，没有，算热量，还要算热量，大概就是1000卡上下。你热量最多的是在哪里？知道吗？就那个奶油，因为奶油的话，它大概就400多卡，因为奶油100公克有700多大卡，巧克力也占的热量蛮高。好，我要来去微波。所以这一碗现在1700卡。1700卡这一碗哦，1020。
好可怕哦！今天的扣打就吃这里，其他都不要吃，三餐。对，现在吃一吃，整天都不能吃饭。对，按一起。W。哎，七嘞 ，W， 哎，九。启动，启动，哎。还要再按一次。两次十秒。对，两次十秒。有微波，我这就很方便。嗯，好。好嘞，嗨。嗨，这样就 OK 了。嗯，虽然颜色有点可怕。嗯。好，还有一个。这个吗？上火是180，啊，下火是160，时间设定45。启动。对，已经是进烤箱前的最后几个步骤了。嗯。的步骤哦，这边还有东西要拿，我们要打蛋白霜跟它结合。这边帮我倒回来，还没有要倒进去啊，还没有要倒进去啊，还没。啊，你是安尼在做？还没。少看步骤的安吗？啊，还有糖呢，就已经很甜了，还要糖。根本热量还没铺完。哎，还没铺完。直逼一碗白饭。妈嘞！那我先麻烦你帮我把第一个步骤蛋白液倒进去。好，那我们拿一颗球，帮我对好它的洞洞，它这样就卡住了。对，好，它往前转一下就是1速，那轻轻的就好了。对，好，没错，这样是2，我们继续往前转到8哦。没有掉下去就可以了。对，没错。就再掉进去，把这个面糊全部倒进来。好，好，时间30秒，之后帮我按停机哦。好，帮我摇起来，还没有搅拌均匀是正常的。有。我们写一个大写的英文字母 Z， 从最旁边刮过来之后，最下面压起来，中间切下去，转一圈。中间切下去，这样是一个大写英文字母 J， 你帮我切，切半到颜色完全一样就可以了。嗯。提拉米苏巴斯克这种照表超客有什么不行？不会啊，刚才有人看说明书都做错。对，凶手在这里。还以为那么简单。以前是已经做完了。我今天全是做完了，我料都准备好了，然后现在就是要把它混合啦。看起来是有几分样子啊。对啊，这个都还好。那么这一杯是热巧克力。嗯，哦，安内饭我唔敢吃。为啥？太甜哦。太甜。可以用赤藻糖醋或者是罗汉果。就这样。它这个食材有一定的比例啊，如果你没有照这个比例，可能会做不出。哎，你是不是要把那个裱花袋剪开？你要剪。看起来很甜的东西，看起来很好吃。哦，这个应该没有很甜，等下再去烤一下。不就是照表超客的东西吗？对。怎么会翻车嘞？再看一下。可以吗？可以啊，你看不甜啊。请问这样的成品算及格吗？可以，可以，很漂亮。真的假的？刚刚少很多步骤哎。哎，还好，还好，都还算正常的。哦，正常的人都会漏掉步骤，对不对？哎，蛮容易的，因为大家以为那个就是面糊了。你帮我抓着两边，我们一起把它抖一下，把空气都抖出来。对，但它才不会，等一下小熊烤出来的头比较不会是凹凹的哦。嗯，好。那直接要重新设定，对不对？对。好，帮我轻推到底就可以了。好，烤箱那边帮我关，时间帮我设定25分钟。你妈的，痛啊！我嘛冇看过，你妈在拍什么？你拍鸡卵。哦，啊，伊知影你今日要做啥无？嗯，要做鸡卵糕啊。哦。我倒入克里姆。哎，克里姆，克里姆。嗯。情侣一起来就很甜蜜的在那边做。我觉得情侣来就会吵架。不要放那么甜。我就不要那么快，还有步骤你都没看到。哦。
然后就吵架了。你敢会晓？你袂晓啦，这我拢不会啦。道路一半的善意，啊，人爱拼落呢，拼落啊。营养师在进行哪一个步骤？对啊，我要变成甜点小王子了。现在就是以 CP 值高嘛，越少甜做出越高热量。但是直接吃糖就好了。那好吃啊，你直接吃糖没有那么好。而且重点是什么？仪式感很重要。等一下那个做好快乐，这种看到那个蛋糕成型的那个快乐是。无价，看到阿环哥哥的笑容，无价。他现在很茫然，他说到底在干嘛？带我来这里是干嘛？阿妈的工作完很干净，哦，有空就来光顾。你来用走啦？啊，现在给你改啊！这拢恁母啊，这我没有。这不是你吗？我不晓得。哎，你几世人都没做过这个了？我办了。交换器，设定好了。平板跟你说计时多久？哦，那么奶油的味道。啊，你的已经凸起来了。对啊。很可爱啊。他说要用手套，会。对，要手套，那很烫哦。哎，啊，我的怎么会爆裂呢？不是。哦，就这样哦。所以这个现在接下来，然后你为什么看起来很没有熟啊？当然要组装啊。哦。还没完啊。还要第二次烤。对啊。有呢。有在比赛吗？比谁做出来的比较能吃？感觉你也快完成了。也快完成了。好，那我要倒了。是不是要一个刮刀？我们没倒了呀。冰阿瑞，我还是先倒再用可可粉。不会，那你这样两倍可可粉。对啊，双层可可粉。阿妈应该是年纪最大的人来做的吧？应该没有人比他年纪还更大会来做蛋糕。阿妈你在做啊？我在做任务哎，对是吧？啊，在那板家家。这几家行吧？哪里行？哎呦，没想到极致料理王也会做甜点哦。会啊。因为我很爱吃巧克力啊。熊熊布朗。嗯。哦，你在画那个鼻子哦。哦。爸爸呀。爸爸，妈你在为啥啦？啊。你这个笑脸很可爱。你好，黑色的巧克力，你要干嘛？可以啊，你看阿嬷的。是什么？这是黑诺爸爸啦，黑诺摸，这平呀摸黑诺。啊摸，啊这今天是啥？今天是啥？这个是脱头。头都白啦。什么头啊？有啊，这比较可爱啊。这很像他的眼睛凸出来，他是青蛙对不对？阿妈还为了今天特别去做指甲，没有指甲做很久了，让他不一样啊。有，这是阿妈做的，阿妈不知道做什么。没有，他的脸是在这里，他的脸在这里。对。应该是白眼。你说白眼睛黑眼球？对啊，有。哎，这只老灰啊，老灰啊熊。啊，这只还是少年的熊，这只熊在老灰啊。嗯，根本就不是一个熊啊。啊啊！你敢弄破啊？这怎么做？这好气味的。我哪有这样嘞？那个掠猪头的，这都不是。啊，你别甲弄破，迄软软的。我来，你再来。阿妈，你试看卖嘛。你来做啦。你试看卖来。啊，你别甲切落哦。嗯。这是肉。肉肥啊嘞。哦，对。对。哎，好像还不错哎。阿妈做蛋糕是一件很冲突的事情。嗯，他应该是年纪最大的来这边做蛋糕。对呀，90岁来这边做蛋糕。甜度都把它再加上去啊。你可能这个要加了大概2-3百卡。不错呢哦，红宝石巧克力慕斯重乳酪草莓海绵蛋糕，名字有够长。你要做这个给心爱的人，做给你老公吃啊。我不行，他不能吃这个，因为他有糖尿病。
终于做好了哈，花了两个多小时。阿妈，你袂歹呢，你这你也盖水呢，没有，真的想睡，真的想睡，各式各样。但是现在是因为地形的关系，所以不建议在这边吃啦，所以我们回去吃给大家看。阿妈，搁做好了呢，太牛的，像搞，恁阿母。哈哈哈，不是你哦，赶快来开箱哦！算赶快讨价一点。哎，你偷吃一块？我小心。谁？有老鼠？叶杰布同学，是他吗？我们都还没拍到就给人家吃掉了。啊，而且偷吃一颗。他知道是你做的，所以就偷吃。应该不是真的假的？他直接吃哦。你给我偷吃一颗。那我们现在都已经切开了哈，我的是比较狗一点的，我是提拉米苏80克。80克。你看。它有很多这种种类啊，那阿嬷这个是期间限定啊，那你的是熊熊布朗尼，布朗尼。那你们知道这三个哪一个热量最高吗？应该阿嬷的。答错了，你也的。我的这样一颗热量哦，1800大卡。然后阿嬷这一颗哦，是三个里面热量最低的哦，1220大卡。啊，我这个比它高哦。你那个6颗加起来1380大卡，所以你大概一颗是230大卡，可能一颗就接近一碗白饭的热量。那、啊、我吃一下阿嬷的，阿嬷这个感觉很不错。太 Q 呢，我的很好吃呢。这个布朗尼啊，问你，我很喜欢吃巧克力、啊。是啊，有没有想象中的味道差？这个给你，不会呢，就跟外面卖的一样。嗯，我原来也会做布朗尼，可是如果我自己做的话，我不要加那么多糖。搞不好你可以用一些天然的代糖。我会加无糖。嗯，哎、欸，你这个真的不错哎。嗯，那个浓厚度刚好。那是因为糖很多。没有糖，我有把它减量。你有减量？有呢，他就说要我30，我给他借15。那你就热量要再低一点啊。这个胖呢。哎，很袂歹行嘞，看到没有？这三项倒一个，你感觉第一名？你这个老师讲，无切，你讲你，这个较无好看呢，嘛袂歹食。无切，无切啦。好，啊，这两个你较介意倒一个？我介意这个。这个较好食，巧克力哦。咱这是较嫩的。软硬度也是一个评分标准。无切啦。有啦。那基本上哈，这些东西也是可以适量吃啦，哦，但是它以精制糖为主。你像我这个热量会最高，因为它里面多了很多的乳酪跟 cream 奶油这些，但这热量真的是比较高一点。对，那我这个还好呢，我会把它切得很精。下次有人生日，我就送给他。好，那今天就是我们影片分享啊！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影片，记得帮我们按赞、留言、加分享，还要订阅，记得开启。小叮当。如果你有任何营养的问题，你也可以加我们的 line 哦。好，好，再见。好，就这样。穿穿内裤的，是不是？干嘛特别美丽？不是你吃的，不然谁吃的？谁吃的？我啊，我吃啊。他这个暧昧的笑容，那就是要你呀、啊。我啊。是吗？你没有吃哦。我们昨天先你家。真的、哦。